车门保险杆光滑的表面出现丑丑的刮痕，爱车变成小花猫，车主脸都绿了。爱车被刮花怎么办？第一步，先用手指测试看看，用指甲在刮痕上自行判断受伤程度，如果摸到凹槽表示刮伤严重，就得进场烤漆。如果刮痕只是平面，民众自己 DIY 就能去除。车被刮花又不想花大钱美容，其实只要花小钱买条牙膏就有救。在干净的湿毛巾上挤一点牙膏，在伤痕处来来回回擦拭几下，发现细小的刮痕越来越不明显，最后痕迹消失，爱车完好如初。牙膏它有去除污垢的效果，然后它因为内含有一种很细很细的颗粒，能够做轻微的研磨的效果。修车达人说，刮痕只要没有伤到底漆，都有机会 DIY 处理。如果伤痕像这样比较明显，就可以购买粗蜡，在刮痕表面涂抹，再使用打蜡机刨光后，也能成功去除。如果遇到我们整个把精油和我们的底漆都刮掉的这种的，就两种做法嘛。第一种就是用我们坊间比较便宜的做法，就是用点漆笔点一点，然后再一种比较彻底比较完整的做法，就是要重新烤漆。爱车受伤了，别急着要花大钱烤漆，先测试看看刮痕深度，用家里随手可得的牙膏就能既省钱又轻松搞定。记者黄湘锦、王一超台中报道。